嗨，大家好，小孩子，这一集开箱 WTIPS 2021年春夏的这一件 Tux 01的丹宁牛仔裤，牛仔短裤。好，那一样是以往常见的这个夹链带。OK，打开来，稍等一下。好，那牛仔布的部分，它其实设计就很简单啦，也没什么好拍的，主要就是给你们看一下食品的颜色。那食品的颜色的部分有一点这种水洗色的感觉，淡蓝水洗色的感，这种水洗加工的感觉，那还不错，它素素的也蛮好看的。然后细节的部分，看一下哦。好，在裤子的侧边这个小标啊，这一定少不了的嘛，给你们看一下小标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屁股后面的，就是这个布章，也是这都基本定班的配置哈。然后再看一下纽扣，纽扣上面也是一样有这个WTIPS 钢印，OK。然后再看一下内部，内部就正常。不要拍给你们看一下。那这一款的话也是比较少，应该说频道比较少开箱到的单品，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然后大致上是这样。那这实体的刷色做得还蛮不错的。OK，好，那这部影片大致上开箱到这边。那如果一样，你对商品有需求，或者是有其他疑问，都欢迎再来信联系。拜拜。